老板娘，你知道今天的影片播的是什么吗？我们两个在漫游罗马公路的时候讲的话。你忘记了？我觉得你应该要复习一下。因为有人按加一啊，你知道按加一的人加一？对啊，我知道，不会要来那个单身趴的那一种吧？哎，对啊，你怎么知道？好学。单身趴，现单身。现单身哦。对，男女这样。对，男女都可以，现单身参加。好啊，那我可不可以参加？可以，你也可以参加。那我们两个人就一人开一台车，对不对？哎、啊，啊，反正那个灰尘大哥很多车，我就打电话问他说：“你可不可以把那个小车借我开一下？”小车借你开哦。对啊。哦。啊，我一沙袋，你都哎，等你出门的话抽签。今天那个张灰尘张大哥会去啊？对啊，他说要提供一箱的橘子吧。哦，对对对，我有看到，我看到是今天就对了。好，是明天吧？那好，明天好，那我问一下，那、啊、你有带醒酒器吗？那我们应该去买个红酒来招待他一下，对不对？上次喝人家的一杯，这次要喝人家一瓶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现在要去哪里？去寄货。去寄货，不是只有两个而已吗？那不是早上应该要寄的吗？今天早上忘记了，然后呢？因为你儿子约我吃早餐，我能说不要吗？那你要去吃早餐的时候，在等煮面的时候，你可以把它拿去寄啊。我就忘记了没，我早上起来就赶快叫他。他就把它放在那个桌上，这么的明显。错，就是这么越明显会忘记啊！你为什么不把它放在我的包包上面，就不会忘记这件事？这样接下去寄。你那边比较近，你去寄一下好了。这个时间点出门一定会塞车的，没办法，今天太晚下班了，应该要很早就下班了，结果被一些哈、哦、非常无聊、非常琐碎的事情哦，搞到了三更半夜。我们在这一条街已经塞了五分钟了，这个是泰山的塞车。一条街，基本上我们这个时间点是不可能出门的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不会出门？因为现在才5:37，要夜冲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时间会夜冲是神经病，因为只是出来塞车而已。那我们为什么要今天当神经病？问一下老板娘。因为明天要出去啊。那我可以晚一点出门啊。因为今天有车，有会夜冲啊，我总不能比人家晚到吧？那你确定你一定会第一个到？我会第一个到啊，最起码我们不要每次都最晚一个到吗？是啊，我觉得夜冲还好啦，夜冲本来就是要晚到啊，对不对？干嘛一定要早到？唉，那个。那个，因为今天有人工作时间拖到啊，不然其实他如果4:30到家，我们出门就不会做。现在是怪我咯，没办法，我工作很难讲啊。然后有人回来就会生气。我生气是因为有人回来就跟我讲说，你可以先跟我说，我今天干嘛？我干嘛？因为平常啊，有人进门的时候，哦，都几点，都不用打电话关心我嘛。哦，所以现在是两个人认知的问题咯。废话，所以认知的差异啊。我要讲一件事情，那个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知道哈？如有没有有人买那种 iPhone 的耳机？然后不会不见的吗？因为我买了一个 iPhone 的耳机给老板娘，她不到一个礼拜就不见了，就不见了一只。请问一下，那你知道一直挂着耳机讲电话，或拿着手机一直讲电话，讲不停会很可怕的，加耳朵快。那你不会用有线的吗？我觉得你应该有线一样啊。怎样？一样怎样 ？iPhone 无线的一个好处，它两只手机可以换来换去。哦，啊，有线的拔过去换过去不是一样意思吗？我要拔线，然后只要按一个的话就要切换啊。哦，是哦。就是手机切换不了，就按一个，它就切换到。哦，另外一只哦。对啊。啊，你现在呢？
们电话竟然没挂着啊，他总会一直挂着嘛，耳朵已经痛死了。耳朵已经痛死了，哦，现在是怪我咯，不见了，有人把耳机带到不见了，真的是很夸张。我觉得我很厉害。对，我们家之前有一台车子的钥匙啊，刚买来的时候我们一人保管一把钥匙，其实我们一把钥匙已经不见了，然后到了第八年才出现，然后那台车已经卖掉了。那我们现在会不会发生这种情形？有可能。这个耳机搞不好八年后才会出现，有可能。那个啊，就是那个，你知道，就是十年后要开那个愿望的那个瓶子是一样的。哦，是哦，好了好了。没办法，不要负面能量那么大嘛。我没有说，我就觉得这个很，我只是在告诉你，我没有说你负面，我说每件事情都有一正一反嘛，不要每次很多事情都负面能量这么大，会影响到别人。我有影响到你吗？你没有影响到我，只是在叙述，我没有说谁。我没说你，我只是说我们，我自从开始拍片之后，我每天在接收人家的负面能量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对啊，谈恋爱了，又在要那个。不是，他本来就是每天都在接受人家的负面能量，但是基本上我就不管他。嗯，连我们是正面的平台，连老板娘卖个东西都有人有意见。我说你们为什么要卖东西？我卖东西也不是因为我想卖，啊，不然呢？今天呢，啊，下午的时候，我刚刚在家里处理事情，哎，然后就有一个领主打电话来说：“哎，老板娘来了。”我说：“怎么了？我今天晚上要去，我要。”今天晚上夜冲，他说不是啦，有一个车友啊，他说他找不到你们，然后他今天想要来营区住下来，就是夜冲，问我可不可以。我说嗯，那可不可以请他打电话给我？因为如果他连住两天，我可能就没办法，因为明天车就是满的，我怕大家如果加会太那个。我说那你可不可以请他打电话给我？然后打电话给我呢，他就问我说，他没有先跟我问我说，营区的事情。他先问我什么事情，你知道吗？我也觉得很莫名其妙，我也觉得他很可爱。他说：“老板，你是营区的老板娘呢，还是大叔时光的老板娘？”我说：“哦，我是大叔时光的老板娘。”他说：“那我可以先问你一件事。”他很激动哦，我说：“我可以先问你一件事吗？”我说：“怎么？”他说：“好了，你们才这两天放的那个热水那个洗澡器，那个黄色那个桶子，到底要去哪里买？我怎么找都找不到。”我说：“哦。”他说：“真的吗？你真的可以帮我买吗？我问很久，我就看完你们家影片之后，看问很久都没有人在买那个东西。然后我就说：‘哦，我说好啊，那我可以帮你代买。’他超开心的。然后他说：‘好，我今天晚上不去找你，我明天再去。我明天早上要去运，因为好像明天跟人家约要打球，打完球之后再来找我。’那你觉得卖东西这件事是我是主动还是被动？被动。我们是服务那些。”就是找不到东西嘛，没有门路，没有门路，找不到东西，啊，不会代买，不会淘宝，对啊，本来很多东西都来自淘宝啊，九成都是买，对，然后就是这些人。那我问你啊，那这些人很多他的小孩，他的长，他的什么，他应该是他的小孩嘛，大半都是小孩啦，都是长辈们，孙子，对，很多都是长辈们。那他们家的儿子，他们家的女儿没有时间帮他买，那找老板娘帮他买啊，这样也不对吗？对啊，哎呀，那买错了怎么办？我要吸收。哎，对，对啊，也真的会有这样，就是比如说你给我的图片，请我帮你买，然后买回来说不是啊，东西是对的，可是我觉得它的什么功能不是我想象中那个样子，我要退给你，不要洗我。这个是。这是买东西的风险。那另外有一种东西是厂商，哦，像之前的那个冷气，那是厂商的东西。对啊。只是透过我们这个平台，那当然老板娘会有她的利润在。啊，这个东西是你去跟厂商买，有问题谁要吸收？厂商啊。啊，对啊，这就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啊。对啊，可是你有问题，你跟我买，你找不到厂商，你跟我讲，我还是会帮你去找厂商。那还有一个问题，那当他这个东西他没有用的时候，他买来觉得他后悔了，然后两个礼拜之后他不想要用了，你觉得厂商会帮他处理吗？有的厂商不愿意，因为呢，我们如果以消气费来讲，出厂七天后不太那个。啊，对啊，那结果老板娘，你这个出厂后七天，你帮人家处理多少件？大概有五件吧。啊，对，那这五件的人你怎么办？那是因为刚好有其他的人愿意接收。
对不对？而且又是全新的。对，因为它没开嘛。对啊。坏了。啊，这种东西，如果你一时买下去的人，那怎么办？哎，那东西几万块的东西，不是几千块的。对，而且有时候如果你问我，我觉得我可以不建议你开，我都说那你可以先拿回去试看看，你觉得可以的你再买。对啊。那如果你真的觉得不行，你也不要买。对。像今天有一个车友去找我去查过车，他就跟我说：“我跟你讲哦，我要买一个微波炉。”他之前就说：“你帮我买一台微波炉好不好？”我说：“你确定你车子可以用吗？”他说：“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用。”结果呢？他今天来，车开来，我说，我就说，我就上他车看看。我说，哎，大哥，你确定你要买微波炉吗？我觉得里面位置可以摆耶。可是我，然后大哥说，可是我觉得他 OK 啊，可以。可是我说，可是你没有位置可以摆那个东西，而且就算好，我帮你找到位置摆了，你每次要使用它都不方便。我觉得你不要买好了。他说，可是我都托你买的，你又叫我买，你要怎么办？买回来怎么办？买回来我自己吸收啊。对呀。啊，不然怎么办？啊，不然怎么办？因为我觉得买的东西还是要实用啊。对啊，可是这是一个自由的市场，你跟谁买我们也不会怎么样。就算你来问我很多问题，没跟我买，我们也不会怎么样。那这些东西以后怎么办？抽奖。我们就办车去。如果没卖掉，就拿抽奖。啊、对了，如果有另外一个人买走了，那就算了。那改天我们就开始来做抽奖。然后你看哦，你们应该说我有东西，我有卖很多，我现在有卖很多东西。可是这些东西，我也不是说一掏回来就卖给大家，我也都是每一个自己都测，我才会拿说，哎，这个可能可以卖给大家。不然其实我也不会一直那个，我本来就点回来了。你看，然后看早上起来这个人多认真，还在画设计图。这不是算哦，来算了、哦。算那个材料，算支出了。算要准备多少食材？然后这边再煮食材，这边再算食材，你算一算就加入就好了，是不是？啊。老板娘说你也冷笑喂，冷笑喂，没有啦，不是那个是大叔睡睡那个时间。你现在是泡咖啡时间就对了。对啊，我今天泡袂开，无想要喝哩。来啦，我给你泡，够咸嘛？喂，加加加。晒有够戆的。今天嘛算咱的标配了对吧？对啊，啊，反正有人那个赞助。有人赞助哦、喔。那嘛爱用拍只广告，有需要你家己买吼。对。还有团购吗？没有。之前有，好像结束了呢。结束了。我也没有管它。这种东西就是。嗯、我现在混了，我觉得。嗯。哪一个？哦。我没来，你们咖啡室，你叫我们第一瓶。对啊。哦。我爱喝咖啡哦、喔，我是年轻人呐、啊。嗯，你不用啊，老人家你都早呆了，你都早呆不需要，而且你真的是早呆，你那个咖啡习惯很差哎、欸。怎样？你为什么那个没关门？关门？对啊，前门为什么不用关？哦，对哦，那不是早呆吗？啊，不好意思，什么？我是还没睡吧？我知道啊。你一定要喝那么多吗？没有，我混着喝。嗯，好了。我觉得还不错。我上次在家泡的时候，我两种混在一起哦。有一个我做浓缩，一个是正常。我觉得那个浓度比较高。我觉得我两个做在一起就对了。对。所以表示你已经试了很多。嗯。然后淑玲在办家家酒了。早餐哦。早餐就吃蒜头了。这个要先给它烫味道。我是北霸，我来叫贼。先烫味。早上有人就吃牛肉萝卜汤。嗯，对呀、啊，在这里啊，这是我们的早餐呐、啊。所以其实参加车聚是很幸福的，想要瘦都很难。想要瘦都很难，要让你瘦啊。
什么？那个碗啊，没有，这个好，给我一小块，捏一小块就好了，也不要太多了，一点点就好，一小块，太小了。一小块，你看大叔说一小块，好吧，很难伺候。再一点点，再多太多了，这个的一半。Yeah.